欢的啊，放你喜欢的。好，往这边来吧，那边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没有，没有，下面一个，下面。哎，亮哥，我们来帮你了。来来来，帮你了。这个洞，哎。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你们弄完了。弄完了。哎，是我们的很难。是吗？对。那个卷尺在哪里？你要拉长度是吧？用了，我们直接。没有啊，我看那个总长度的，我帮你把那个备料备一备，你锁一锁就好了，这样才有在分工啊。郭哥，你拿个笔跟纸给我，你写一下。61，我们是都抓多一点多一点这样子。68，哎，完了，我们两个那个太小了，剪不了，要用大的，那给你。浩正来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个给你。你确定？你不要削到你的手就好了。对，开始。啊，不要削到地哦。你这样有办法吗？可以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，眼睛小心，都朝前面削哦。好，不是，不是。白痴啊！你吓死我了你！不要拉我了！好了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好好好。然后再卷一遍出来，啊，再拉一遍出来，我再量个一模一样长的就好了。你再试一次吗？好。那你要拿紧哦，这掉了，这个虫这样锯下去就不见了。好，拿紧，你要先拿好哦。开关在下面。那你帮我开。不要，你自己开。你要勇敢的自己开。好好好，你要小心哦。你要先拿好，对，不要朝自己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OK OK， 很棒很棒。你很棒。Yes. 好了，就可以搬走。对对，好，搬走好了。我们把它搬离开这里，小心哦，有两个人哦。还是我们这边可以分担什么事情？好像太多人在这里了，根本就卡住，没关系，没有进展。我会休息啊。我们因不要，就是因为我会摸鱼。那你们要不要去把那个加工啊？因为觉得说我会摸鱼，你放心好了，可以吗？本来希望就是我就是。对，帮忙混混时间，看看美景，吃吃美食，对，还真的要做点事情，还是有点累啊。